回了我，是不是觉得特别爽？你想干嘛？我劝你啊，控制一下。我们这个园区里都是摄像头。你跟林霜，你们两个人联起手来坑我。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魏敏，我劝你冷。 我劝你冷静一点，放手！我很冷静。我亏待过你吗？大家各取所需，公平交易。你用你那点风骚换了多少好处，你心里清楚。有些东西不是你的，我只是不如你的愿，及时止损。我根本就不想听你胡说八道。放手，放手！跟林霜，为什么要联起手来坑我？魏敏。 你是不太清楚是吧？这么多年，你在用你的权力控制我、压榨我。多年来，林霜用他的牺牲和隐忍，换来的是什么？是你事业上的平步青云，还有你口中的 Joyce， 你捧在手心里面的，也是你的垫脚石。这些所有的事情，在你的错误逻辑里面都是理所应当。你还觉得自己是正直的无辜者吗？你懂什么呀你？我是不懂。你自己觉得。 你很聪明，机关算尽，捞尽了各种资源，结果呢，还是逃脱不了报应。我只能说，现在做的一切，就是你自己活该。你现在像一只丧家犬，你知道吗？你只会乱咬人，是吗？
其实直到现在，我还是愿意相信，当初向我求婚的那个魏明，他不是个坏人。脑子灵光，样貌拿得出手，在大厂平步青云，还有你这么好的太太，一个那么可爱的女儿，也算得上是人生赢家了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就越走越偏，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。贪心不足蛇吞象，他尝到过压榨别人的甜头，便处处的想要把优势最大化，让自己成为食物链顶端的人，仗着他自己有那么一点男性优势，就处处想要让女的吃亏。其实身为男性，在当今的社会，是会获得一定程度的额外优势。男人身上有吸引力，那叫做有魅力；女人有吸引力，就叫不检点。这种习以为常、厚此薄彼的事情，处处可见。不过像魏明这样的男的，毕竟是少数。男人知道，在这个社会上享有一定的优势，而随着这份优势赋予他的，还有一份责任和担当，会自觉地去平衡。但是魏明呢，却把这份优势变成了自己为所欲为的筹码，轻视本该去珍惜的，将婚姻、合作、与利交换放上等号，把爱情降格成性命。一手好牌打得稀烂，这就是他对自己最大的诅咒。沙拉味道怎么样？可以的。那必须的，这都是我在国外打工的时候被逼出来。好了，沙拉好了，接下来我来做牛排了。哎，我来弄牛排，我让你看看什么是米其林大厨的骄贺卡。锅油。锅油。那我去帮你做配菜。哎，多洗点芦笋啊，不爱吃。好嘞。哦，对了，量子计算那个项目，韩氏的董事会已经通过了，而且让你做主导人。真的。那怎么办呢？那这个项目一上马，短期内你想在专业上超过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了。我们这个千年老二的帽子什么时候才能摘掉啊？那个什么，我其实计算了一下啊，就是你看吧啊，论功，我是你老板；论私，我是你男朋友。这波投资他怎么着？也很不亏呀，对吧？啊，对，这么快就扔了，这不符合你永争第一的个性啊。如果二选一的话，那我肯定先打好爱情保卫战，你说呢？有觉悟。那不然奖励一下？哎呀，我觉得我可能可以在厨艺上跟你一决高下。骄傲感。好。
个，我的事情，你在网上已经看到了吧？嗯，看到了，不都过去了吧？我不在乎。可是我在乎，马丁，你对我是很好，我其实完全可以心安理得的接受你对我的好。但是然后呢？我确实渴望，但我又恐惧一段亲密关系。以后我们只会在感情当中撕扯、焦虑、怀疑。我越觉得我们两个的结局不应该是这样的。你应该找一个更好的姑娘。今儿跟我发好人卡的节奏吧？是我的问题，我确实还没有做好准备，迎接一段新的感情。马丁，谢谢你，总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我的身边，总是有办法逗我笑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们两个可不可以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？你的位置仅次于林霜。那相当于第二呗，挺好的。等等，嗯，再两杯酒。好，来，慢慢喝，不着急。嗯，那我重新介绍一下自己，我呢叫马丁，身高1.85米，体重70公斤，未婚。很高兴认识你。趴下了。当初杨还把这个事情当成个笑话讲给我听，说是冰球队来了个小姑娘。我们国家也有女子冰球队的，我以后要去参加奥运会。哎呦了不得呀，这是要为国争光的节奏啊。你对呀、啊、果果，你要去参加奥运会，妈妈做你的第一个粉丝好不好？好。妈妈，我饿了。那我们去外婆家吃饭，外婆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大螃蟹，还有螃蟹。故事叔叔、下周末我们一起去游乐园玩好不好呀？必须没问题啊，说定了。耶、
我希望你好好配合公司调查，别再多说了。收购案是黄总拍的吧？我不过就是个干活的。黄董是你岳父，他当初帮你说话也仅仅因为这层关系。这个收案名上看着是黄董旗号，可实际全权负责人是你。是我有什么用啊？这是你们高层开会决定的，你们不能有功劳大家一起分，出了事儿了就把我一个人扔出去吧，这不合适。你还在狡辩。因为商业欺诈呀，我们已经起诉了 LA。前员工江喜提供视频证据 ，LA 董事长王洛达亲口承认对你进行了商业贿赂，证据确凿。另外，江喜还说你涉嫌多起商业合作的收取回扣，你还潜规则你下属，你还说什么？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伟明，你做事儿聪明，利落。我本来是很看好你的，只可惜你太爱抖机灵了。当你要做出选择的时候，你觉得自己是最聪明的，你就忽略了显而易见的危险，而做出最愚蠢的选择。妈又复发了，医生说是就这两三个月吧，他已经回老家了，已经。他说他死也得死在自己家里。哦，他让你跟我说的？不是，是我觉得你应该知道。他之前对你，确实我也觉得太过分了。那有什么办法呢？那不管他怎么样，他也是我们妈妈呀，这点改变不了嘛。他之前有的时候说到你，还骂两句。那复发之后呢？就再也没提过了。他就是好面子，就是嘴硬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他心里有你的。姐，妈是真的没多长时间了。姐。我还记得那年我中考，头一天我就发烧到40多度，我怎么也起不来，家里一个人都没有，我渴得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天。后来，你干完农活回来了，我求着你，让你帮我倒一杯水。你可能是刚干完农活，累得慌，脾气不大好。你一边倒水一边数落我。你说，我要照顾江海，还要照顾你爸，我快累死了。我凭什么还要照顾你啊？你就把那杯水
重重地放在了我的床面前，然后你走了。被子里面的水洒了一大半在我的枕头上面，那杯水我一口都没喝。从那杯水开始，我就开始跟你赌气，我赌气我一定要做出点事情来给你看，我赌气我一定要证明我自己比江海强。这么多年我拼尽全力离开家去大城市，想要证明自己。我是曾暗暗自喜过，我终于找到了机会跟你对决。我不会认输的，我还年轻，我才30岁，我总有一天会成为你承认、你认可、你认为骄傲的那个江西。这辈子我们两个演不了母慈子孝，但至少我们可以惺惺相惜。不过还在等爸爸，周末带他去迪士尼呢。要不然，我们就跟果果说，魏明出国外派去了，然后咱们慢慢再想办法跟他解释。我不想骗他。我怕他一下解释不了。做父母的呢，不能一直保护孩子一辈子，但是我可以陪着他，慢慢的学着处理负面情绪的能力。也许
反而能帮着他成长呢。好，那我们就有时间多陪陪果果，分散一下他的注意力，好不好？当然了，做爸爸呢，我确实是个新手，所以呢，你就得教教我，没事就得给我开个小灶什么的，行吗？可以。进，双姐，你的快递。好，谢谢。谁寄来的？一个朋友。走吧，你不是说要请我吃好吃的吗？那可不是，饿死了。我订了一个米其林两星的法餐，可难订了。我还以为你要说可难吃了呢。可难订了。每个人的一生都要走很多弯路，绕不过，避不开。同学们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中国的河流，这上面这一条呢是黄河，那下面这一条最长的叫什么名字呢？你正是这些曲曲折折让我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，也最终收获了一件最珍贵的礼物。未来我会和孩子一起去那些不曾到访过的港湾，去探索更大的世界。未来也许充满未知，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，我已经不再渴望靠岸。A 轮融资基本已经确定了。还是由磐石主投 ，TX 基金与和泛海亚洲创融基金跟投。量子计算风险这么大的项目，都愿意信任我。你也信任我呀？当初你都没有看过我投的 portfolio， 就决定让我来投你。因为我知道你愿意帮我。你还记得上次我灰头土脸的从画展出来吗？林霜。有什么我可以帮到你的吗？我想离婚，后来你也帮了我。我看过一篇神经学研究报告，那上面说，信任的产生源于催产素的分泌，而催产素的分泌又与共情能力还有亲密关系息息相关。所以，你拥抱过的人，也会变得更容易信任你。能够这么理智地说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感，真好。我老公来接我了，他被派到法国去，我打算跟他一起去。没想到吧？我被出轨的时候，当了很多年的家庭主妇。那个时候，因为缺乏重返社会的勇气，我记得我当时纠结犹豫了很久。但是你不一样，你足够强大，想要放弃的话会比我容易得多。相比之下，挽回才是最难的选择。你选了一条最难的路，一定有你的道理。其实，婚姻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。就算遭遇背叛，如果社会关系依旧非常稳固的话，那这段婚姻就有还持续下去的理由。
我结婚20多年了，我了解他，孝顺老人，对人和善，对我更是百依百顺。他的出轨，我应该也负一定的责任吧？我太过于自我了，又强势。你看，我不是在给他的出轨找理由，其实我是在给我自己一个能够继续我这段婚姻的心理依据。我们聊了很长时间，决定再给彼此一次机会。婚姻嘛，本来就没什么固定答案。祝福你啊，魏姐。我也祝福你，一定要顺顺利利的。媒体采访提纲就拿到了吧？对。啊，一会儿你跟嘉宾 brief 的时候，你稍微精简一点啊，多让他们讲。好。嗯。哦，对了，千道强那儿再多安排两个礼仪，那个引导一下嘉宾。嗯。麦克风和提词器开始之前再检查一遍。放心吧，哥。虽然我们公司呢第一次承办这个项目，但是上上下下都很重视。走，我再确认一下。行，那咱们一起加油。加油。江海，领带。哦。我忘了介绍，这是我女朋友，也是我们公司的，刚在一起。林总，马丁总，你好，叫姐就行了。那行，先忙，回头请你俩吃饭啊。嗯，不错。你小子可以啊，这终身大事都跑我前头去了。必须的，而且你在你姐那帮帮我的忙。倪双姐的前夫，就那个魏明，上周判了，还有后面那个结婚的富二代，也没有。天道好轮回啊，这个渣男总算是得到报应了。林双，先去忙，你先忙。中国有个古老的寓言，叫养子见歧路而哭之。杨朱看到一只羊走失了，他在路尽头分岔的地方哭了，因为他不知道羊走到了哪条路上。这个时候，他就不能决定自己往哪一条路走，于是很悲伤。当我们走到分岔路口的时候，看上去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先掷个骰子，选择一条路走，无论对错，再去试另外一条路。这个方法看上去是有效的，但也是愚蠢的，因为上帝从不掷骰子。这就代表当计算机要计算一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想要寻找一个答案，常常要搜索好几个方向。但是这个问题在量子的世界里就可以迅速地得到解决。不好意思，顾总，您能否说得通俗一点，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模板可以让我们参考一下量子计算的强大威力呢？来，大家来看一下大屏幕。量子纠缠的两个粒子就像是一对深深相爱的恋人，彼此心灵相通，尽管远在天边，却时时思念并无形地连接着彼此。这种神秘的关联使得量子纠缠成为了宝贵的资源，而量子计算正是基于量子纠缠获得了快速运算的优势。携手余生吗？
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随着新郎一起投向了幸福开始的地方，有请最美丽的新娘幸福登场。双双交给你。谢谢你，林霜。对不起啊，让你等了我这么久。提起女人的人生价值，大家好像都很喜欢讨论归宿，好像我们一生的努力都是为了找到一个庇护自己的地方。但或许我们也可以享受路上的风景呢。单身或婚姻，职场或家庭，成功或失败，所有的经历都是我们成长路上的精彩风景。我们来到世界不是为了找到一个归宿，而是最终成为自己的归宿。